弟兄姊妹，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是哈巴谷的心思如何更新变化，第二部分。神利用一切包括苦难、艰难、管教产生美好的果效，例如哈巴谷的时代有很多宝贵的书卷，也都是有复兴。哈巴谷因为心思校正了，有信心，所以第三章有一首喜乐的歌。父子圣灵都要我们过盼望的生活，但很重要就是我们首先到祂面前心思更新变化，知道祂利用一切掌管一切。神实在了解我们所有需要，我们只管仰望祂的应许，就好像亚伯拉罕那样信心坚固，我们的人生真的可以越走越荣耀。就看到啦，前面那些这样的来临那些就很惨痛讲真的，但始终神都是会利用的。人真的有时太过顽梗，这些人真的需要管教。因为你显得神的公义一方面就佢最恶自己作作嘅效果带嚟嗰啲。但係你睇下，就係生出咗就係嗰书卷都好厉害啦，係咪先啦，有以斯列记、以斯拉、尼希米、但以利书、以西结书、哈该书、撒加利亚书。你觉得经过咗巴比伦呢件事，只有呢啲书，你谂下咁艰难嘅环境，有咁荣耀嘅人出嚟，同埋以斯拉嗰时候嗰啲复兴，总之就系咧，咩个环境都可以，个心都可以荣耀。但系你同我三个朋友，今日你我咧，前面系乜？我最重要都系主要使我同你啦个心。就对他充满信和望和爱，他都必定负责我们一生，他带我们，他揀选了我们，他带我们在香港全地完成的心意。我回在见前面是更荣耀一程来的，同埋呢，我发更多弟兄姊妹呢更加发挥你自己，增长是很快的，可以。那你祷告啦，只要用你实小组同埋家庭，最紧是爱啊。但我都要随着主佢嘅开路呢，我为主往普天下去啊。大家要求问主嘅意思。好啦，有后文㗎喎，唔係只係咁喎。好，你同我都似差不多咁喎。虽然我发过是不发旺，普通是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天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盼来也没有牛，愿意我要人耶和华本人，因救我的神气乐，人救我的神气乐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的脚，快与我
在天幕，必在天幕。全我的马已天海，阿哥飞腾飞龙。好见我的灵，我终于明白自性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要称谢你。我看见咧，主涌流嘅怜悯恩爱，每早晨都新鲜。主留下的平安，不像神所赐的。在世上终有苦难，在主里我享平安，可以放心。Be of good cheer。主佢话咧喺世上咧，你有苦难。但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叫我放一放心。咁我欢喜啊，英文翻译啊 ，Be of good cheer， 因他喜乐，因他欢呼，我的平安喜乐都不能被夺去。主对我烈焰情爱，宇宙一切不能隔绝。主永远最深属我。他拥抱我，在他心底。好贵啊！罗马书写到边一度，一切受住啲物，无论现在你发生咩事，将来嘅事，或生或死，一切都唔可使我帮神爱隔绝啦，因为根本就冇办法使我帮神隔绝。但佢系掌管住一切。呢个哈巴谷佢嘅喜乐都系夺唔去嘅。你心思系好重要噶啦。佢以前唔系咁噶，我太衰主嘅话，佢智慧，睇到佢嘅心意，就太宝贵，圣经准确啦。阿爸佢要我得嘅系最宝贵。佢预定我点啊？效法佢儿子模样，冇得咁宝贵，赐主一定最宝贵。系预定咗我哋得荣耀啊！愿用我的怜悯恩爱，每早晨都新鲜，住留下的平安。不像世人所知的，在世上总有苦难，在主里面我享平安，可以放心的欢笑，人大喜乐，人大欢呼，我的。太宝贵，阿爸主圣灵都要我哋过盼望的生活，阿爸赐人盼望一生，主系我嘅盼望，同我心里成个荣耀盼望。圣灵佢能力使我哋涌流盼望，但佢唔系净叫我哋活出啊，佢俾我哋本钱噶，就系、是、佢自己，佢对我爱啊，佢个最美丽嘅心意啊。对人生已经有好清楚的标杆了，我知道乜嘢最宝贵。
而佢能够帮到我哋个心。佢我大祭司，永远嘅祭司，佢话祈求会将佢拯救到底。我只好似佢哋到翻神面前，我信望喜乐升起。佢就话生命，所以歌西书嗰度好紧要啊。第一就信先，我点解决一切啊？心灵个问题啦，第一要翻到佢面前先。主啊救我，我主啊我倚靠你翻面前，要喺佢面前啦。心思更新，你个心更加变化，就越嚟越起落翻，有翻信心翻。你变化，就嗰啲真理就已经更深喺你心中啦。系你运用信心，找住咗，好似亚伯拉罕咁，仰望神嘅应许。总会有人不信，心里起疑惑。反倒因信，将荣耀归俾神。相信神的应许会一定达到。今生有好多应许，我好宝贵，就系今生已经太多应许。咁永恒呢，你太过荣耀，永恒都影响今生嘅。而今生嘅应许直情系今生运用添啦，好富好完备，圣经神嘅话嚟噶。佢咪就叫我过信心盼生活，佢有晒佢自己同佢供应，会生生下佢，负责晒一切，掌管住一切，佢教会就你啦，掌管住一切，大使万事嚟噶，使我好似啦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嘅人，罗马书第八章嘅人。即系受咗怜悯，所以有好多圣经啦，亲自将嗰啲诗人啦、先知啊，一个佢经历嘅难处，啲例子一个又一个，一个又一个，就为着啦，所以你同我啦，一定有共鸣嘅，都得到好清楚一个例子，佢支撑你同我嘅难处噶。就是、心思的难处，面对的难处，压力的资产，香港情况的资产，世界的资产，他在世界上开到，但是你都不知道自己前面有几荣耀啊。有一样就是赢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是越照越明，直到人太宝贵，我帮他要连起来，最深连起来，永远成为一零。